我在这个滑梯这里发现这边有一个陀螺呀。哎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双塔陀螺，然后那个里边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。哇哇，好像哇在这里。哎哇，这个是一个陀螺容压器。哇，哎哎，这边怎么有可乐盲盒呢？哇哇，好像是个变形机器人的。哎哇啊，前天下雨了，这边这里有点滑，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可乐的变形机器人，我们看一下从这个台阶这里能不能上去。哎哇塞，这个箱子里边竟然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好像是那个冷战器的能量发射器，能量臂发射器，不过这个里边好像没有能量臂吧。哇，还有一个冷战器的一个攻击形态。哇，这个太帅了吧，试一下火力。哇塞，还可以发出声音的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超帅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光头强。哇，这光头强也太大了吧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好像是那种蜘蛛人吧，不过它是一个绿色的。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脖子太长了吧。然后还有一个奥特曼的卡包。哇，现在天已经下雨了，我们赶快把这些东西都装起来，陀螺还有这个能量臂发射器，我们去上面找一下有没有能量臂，都装起来。然后我们从这边从这个台阶上去，去拿一下那个陀螺转换器。哇，这边这，哎哇哇塞，哎哇，差点滑倒。这边有一个盲袋啊，是什么东西，熊猫盲袋吗？哇，这应该超好玩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汽车，这个是一个警车吧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什么，哎，好像是那种可以发声的恐龙吧。按这里我记得，哇，它的眼睛可以发光的，我们给它装起来吧。还有这两个都装起来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那个。哎哇塞，这边还有三个冷战的性玩呢，这个是一个火焰形态，哇，软胶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攻击形态，这个攻击形态和刚刚我讲的这个好像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是软胶不能发声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后面有四个翅膀，哎，飞翔形态，又捡到两个这个东西。然后我们去这边看一下，哇，在这里超帅的一个陀螺转换器。然后这边是那个，哎哇塞，这个好像是那个能量臂，龙战器玩的能量臂，等一下我们发射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个可乐的一个变形机器人。今天的雨下的好大呀，我们在这里拆一下这个奥特曼卡包，看一下这个第二十八弹的豪华版能不能拆出一个红字 P 或者蓝字 P 呢。哦，竟然是个 SR 的一个怪兽。下面我们装入能量币。哇，准备发射。哇，发射有超远呢。哎，外面下雨了怎么办呢？哇。